真音版保护你，布洛克 DIY 防走光。喜欢穿短裙的妹妹们有福了，骑车怕顽皮的强风掀裙吗？那你们可以试试这款遮阴板。发明者是26岁的布洛克，绰号林白啾，目前担任研发工程师。他说会出此创意，纯粹出自于想帮女生的忙。其实蛮多女生都会绑外套或者是盖一个布，然后再端在裙的前方。那个当下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危险的。林白啾决定造福女性，本月13日在自己的部落格 po 文，题目是安全的短仔裙，真是佛心来着的。用有趣的手绘漫画佐以照片，教导用瓦楞纸制作遮阴板，还找来长腿女模示范，引起网友热烈回响。遮阴板 DIY step by step， 先备妥一片硬纸板、剪刀、皮尺、黑签字笔与6条以上橡皮筋，量腿围再画在纸板上，按照圆弧细心剪成沙漏状，纸板穿洞，双边并绑上橡皮筋，中间剪2缺口，橡皮筋朝下绕过大腿，套上上面的缺口，即大功告成。上面还可以任意提字，警告眼睛爱乱瞄的变态。林白啾也说明为何不用安全裤的理由。女性的比较隐私的部位又是如此的贴合，所以不管在细菌滋生上面或者是一些安全卫生上面的问题，对女性来讲可能一开始会比较不适应，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过渡期，也希望大家能尝试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林白啾已有500万人次点阅率，网友看完直呼屌，还要引进外资帮忙量产。不过也有网友不领情，说宁可曝光。动新闻版主应该先试戴并走上一天报道。